材料，是巨巨乐屋肖像画模特，这好特别哦。理想的模特女性，哦。没错，我是来拯救你的，凤香。那还用说，我有的是时间啊。为了你，对不对？坚韧的藤蔓，藤蔓植物，爬满了伯爵的愤怒。做个小东西。哎呦，手很巧哦！是田麻衣，空手道社的社长。护身符，亲手做的护身符，可恶，想要，好。对啊，感觉去异界。跳舞俱乐部洞窟的异界怎么样？哦，所以我们要去那里探查。这样子可以吗？一直把异界的东西有没有拿出来？其实站在科学的上面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哎、欸。你看之前那个药也是很神秘啊。对不对？一般现实是无法获得到的，让力量有没有这样的增强？感觉可以多去异界收集各种的材料，我们的科学就可以一大进步了。好，我下次联系一下我们的国家科学家，我把我一些的异界材料递送给他们看看好了。说的煞有其事哦。特大丸，关键地方，大门紧闭。哦。男子空手道社，呜！红白大赛，呜！应该都看了吧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就。出发到下一个地方吧，站前广场。藤蔓需要去异界吗？要啊，他有提示。我们就聊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去异界走走。对，有聊天，有异界，什么都有。哎，明香怎么在这？哟，他真的是各种的响哎。又叫我们不用放在心上，然后关键时刻没关系，我们就会到了。停滞起来了，毅力啊！减肥就是个毅力啊，不能断啊！只限一次，还是会再以这个价格卖出。所以在教人买东西大法。真的感觉那异界话就不是啊，那浓雾更可以。但是没有特别要买的东西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彩票一定会去。一边慢慢来。父亲节，哎，对啊，哎，父亲节快到了哦，八月份，大家有没有孝敬自己的老爸一下？
刮胡刀，我觉得买刮胡刀要够专业，嗯，它是一个好礼物的选择，但是你不懂的话也不知道怎么买。我好像也没特别送过老爸什么东西，老爸会想要什么东西啊？男一想想，哦，男生都很随意的啊，对不对？想强化、啊、可以解锁吗？不想。可以解锁吗？哎呦，影哦，哦，好特别哦，多了一个影的插槽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了。学长，学长有点没差的感觉，天台空空有没有用？哦，天翔脚，飞翔技能有有有，飞翔技能也是会用的。射击，最会射的男人，这射击一定要升啊！其他就还好，主角来，暴雪穿刺。主角的飞翔我也很少用，先留着好了。哎呦！最近アジサイを見かけたんですが、東京でもこの時期に咲くんですね。コウ先輩、好啊！見頃になったら一緒に見に行きませんか？好啊！那你有什么问题？好啊。我有奇怪的语音呢。上面的广告是不是？太垃圾了吧！我还想说，有没有？怎么有莫名其妙的语音？之前有时候也会有，可是我没有特别看呢、欸。欸、好酷哦！我们来看看啊，真的是自己的游戏自己打广告哎、欸。好，哎，对，哎，每次都不同。你看他这次在介绍展望台，有没有？就是属于这一章节才有的，才可以去的。我不就是，这个表情，好羞耻哦！想象是真正的李恩，然后来做这种舞台剧，有没有？好羞耻！さてと，后面都看过了，超中二的，我的妈呀！想象有真正的女人哦，天哪、啊！为什么那么大？因为喝了很多牛奶，所以才会长得一样大，还是不一样大。嗯，好想去玩。甜心要去哪里走？跟达林在一起就很幸福了。甜心，达林，你们够了！从上一话就闪到现在。现在有点紧张。虽然存档是没什么特别有用的，但我们还是存一下，因为。记录此时此刻这个档案竟然有办法中头奖，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讶异的事情，有没有？直接中头奖，我们目前已经中过一次了，但是区区一次，那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中几次？但是不断的中下去啊，
哦，来咯，有时候不抽签吗？上次抽了，是要当就是这个礼拜有没有买奖，然后这礼拜去抽抽签才有用。而且我记得我有抽到小级以上的，哎，1000块，这个已经很不错了。哦哦哦，2000块，哎，已经赚了。3000，哇哇，是哦，3200，连中三次二奖，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厉害的啦，对不对？拿买了3200，已经赚了，回本了2倍的赚钱。虽然我觉得没有头奖有点遗憾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。再来 OK， 各位是不是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好不好？要懂得做梦，嗯，才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啊！如果你不会做梦，那你的人生不就太无趣了吗？人因梦想而伟大，让我们一起成为伟大的人吧。嗯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你看我就说啊，这是很赚的。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巧克力投资哦，只有赚还有赚，或者是赚赚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谢谢大家谢谢大家。哦，有新的。有新的1000块，哼，老子有的是钱啊！我们才刚刚，赚了3300啊，3200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太搞笑了。第5号，这个塔开业3年。成为关东第一观景塔，这感觉就在那种东京，是东京铁塔，不是那个晴空塔，哎，日本的晴空塔，上面的景色也是很棒。吉祥物杜安，市议会，咖啡店，浓雾警报哦。自由提升了，学长居然也会看书，一直有点忙碌，想我在忙什么呢？真的耶，超好奇的，学长在看什么书？这边是店长推荐，学长你看的书该不会是右下角的那些吧？还是富豪哲学，有没有？学长想要当大富豪，今天应该不太会，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跑那个羁绊。哇，好多地方！我们今天看完神社，然后去解个那个支线的迷宫，之后再继续聊，好不好？今天有社团活动啊，这次要放过他啦，对啊。会青梅竹马耍的同学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听到了。”为什么？你看好坏哦！千鹤好像也非常辛苦呢，还闭着眼睛。我们又没有让你辛苦。他这边介绍有没有？上面两个字"女儿"，哪里来的女儿、啊？